刚刚华晨宇工作室更新视频合集 Watching You， 内容是昨晚播出的华人春晚 Vlog。 视频中华晨宇一身温柔的粉色西装演出服，头顶可爱的炸毛假发拍摄短片，然后进行演出，演唱新歌走一起去看日出吧。去年的火星演唱会期间，华晨宇给大家带来了百变造型，无论是白色拼接长发、树枝脏辫、绿色接发挑染、摇滚大背头、小羊毛卷、红色挑染，还是白色挂耳染，都有各色风格，十分有他独特的魅力。他的音乐也是如此，曲风多变，难怪歌迷百听不厌。让我们期待华晨宇给我们带来更多百变造型和歌曲吧。